想看到阮报道漫步吼，这是现场的哦、喔，现场口音的独一无二。我后面的含阮报道歌王，阮客店兄，阮两个即马算上马子的就对啦。为着要报答咱的乡亲时代甲伊的歌迷，所以呢，阮专门用这个时间下晡三点到四点做一个 live， 啊，若早起十点到十一点，阮报道漫步吼。客店兄直接甲大家问好，好朋友，恁等下若想要甲阮开讲讲话吼。开讲讲话，阮有口音的专线，你甲卡入来哦。阮两个兄弟啊，其实阮大个，我算因小弟，好、为大家服务，好、希望大家一定爱甲阮捧场。0800-863-888，等下咱再来口音啦，吼、哦。对啦，大家看到乌面了就趁钱啊啦。哎呦，阮大个，真正咩啊？阮大个唔捌做甲遮尔啊钱个呢，昨录影录到半暝啊呢。阮昨有那 live 个呢，对不对？这做现场的节目实在是吼，无简单。先来讲，哦，后面咧吼，吼伊个做戏也好，暗话也好，吼，吼拢摆到满满满。安尼真正安尼，即马逐礼拜拢爱请一天啊两天，吼，这实在吼，无简单。为着阮客电影，为着阮新天地民俗台115台，阮来聊落，吼，大家捧场者，捧场者，吼。不好歌有人听，而且阮现场阁有即个单元阁有教唱歌，迄才有厉害。对啦对啦，你叫即个唱三条歌，几落十万来教你唱歌，你毋知开几落百万，对不对？诶，昨有看到，诶，人就知影，阮的单元吼，有一个我吼，啊，在单字打安尼吼，一句一句教甲人唱歌，吼，啊，后面就变来指导落去啊，指导。我是咧学，因为我学了了，我昨我阁去人教。真正即个节目哦，我是。家己较歹势讲啦，这实在是吼，足难得的啦，足难得。啊，但是即马可能啊，阮这个节目开播也无什么广告啦，吼，啊，可能也无够足济人知影。没，我若做暗会，我拢宣传，专性宣传。敢若我暗会宣传，敢若粉丝团，即马 FB 咧看的，上少超过500人以上啦。有啦，迄是。感谢吼，大家记得哦，逐工的时间吼。早起十点到十一点，115台；用下晡三点到四点；暗时啊 ，FB 8点到9点，阮有这个啊脸书的直播，吼。这就是要阮两个即卖现场这个时间呢，现场哦，现主持，阮是坐伫摄影棚哦。刚才唔得三点，唔得超五分啊啦。3点到5分啊，但是阮今日真欢喜，吼，阮服务大家。啊，客厅遐个好听的歌，你就知影报道狂，所灌过几落万条歌，迄逐首歌拢有够好听啦。但呢，我拢要唱现场的，唱现场的啦。唔是迄个提迄较早的歌吼，迄卡啦吼，啊，是讲录音来播的呢。不，一定唱现场的，一定唱现场的。我有功夫啊，功夫啦，这我用心的呢，你咪看伊安尼呢，20通话，佫只认真拄啊听我尔。哟，阮客厅遐拄啊听我尔，我一。边啊才知影讲，我阮客厅真正是缘投。我后面的我都含报道广州的主持，迄是我讲阿妈烧香啦，咱讲正经的，迄功德香啦，我真正讲的。没啊啦，咱哦，咱的眼睛嘛就开始安尼结好缘啦。希望观众朋友看这台，真正你有那跟阮结好缘吼，啊，甲阮客厅支持，甲后面的支持，甲阮新天地支持的。哎呀，你这节目无你，我无爱主持。哎呀，你又几好严重嘞？来，咱即摆吼来欣赏客厅遐带来第一首好听的歌曲。好，这车顶的水姑娘。啊，等下是毋是咱都要请大家人有敲电话？等下这条歌了后，咱等来现场，你电话再甲录入来，吼，0800-863-888，0800-863-888，卡的入来，你就真正，敢那掉头奖诶！嘿，甲后面咧，甲我吼开讲，真正，你若卡吼，卡的入来，啊，含咱客人咧开讲。看是要点歌也好，要服务也好，有需要，客店来甲你服务，有需要外面来甲你服务的，你拢按卡入来，吼。啊，等下呢，报赞的给恁听，伊的歌拢现场的，拢逐首拢真正好听啦，吼。来，安排这首《车顶的水姑娘》，破声甲吹落来。
过天桥，身躯地摇，天到边地冷风叫，心肝像火烧，吃不消，吃不落去，淡的淡的味，若袂感觉有滋味。真正赞的啦！你这首歌真正好，迄个轻松，这贵大成恁温书啦，对啊，对啊，伊所作词作曲的吼，对，啊，这我较早唱的，几岁啊？几岁时阵啊？17、18岁，啊，都十八岁年头，十八岁时阵唱啊，嘿，年头，啊，你声音拢较紧啊，声提火车轨安尼，吼，对，迄是较早啦，啊，今麦这吼声较成熟啦，哦，赞，来，咱今麦来开放口音啦，哦，电话来啦，电话你甲录入来，嘿，0800-863-888，0800-863-888，你要甲阮客电啊开讲。啊，是要吼含乌面的开讲，拢会使，拢会使。有需要服务的，拢甲人讲哦。来，第一通甲接来。来，喂。喂，啊你好。喂，谢先生。啊，广告你好。乌面的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哦，你好。哦。哎，我 number one 的。哦，你 number one 就是。number 头香啦。哦，对。我刚才在旁听，旁听地理啊。旁听地理。哦，感谢你带的队。哎，我做棒球，姓王。哦，王大哥，王大哥，棒球，王大哥，恭喜你啊！哎，恭喜！我听你的歌，当时开始接受，你知无？嘿，45年前啊。45年前。哦，45年前。男性一生靠一拜。男性一生靠一拜，靠三拜，靠三拜，靠靠这一拜哦。我这个歌连歌唱片。哦，45年前有无？45年前，差不多。哦，男性一生靠三拜，感谢棒球王大哥啦。我高中的时阵听啦，初中哦，高中，我今年我六十桶啊，哦，60桶，你60桶呀，好啊，你囝吼，阮囝30年前吼，都会晓唱你的歌，安尼哦，当你的第一首男性的本领无，本来我就要考验你去卡袂得去啦，谢谢，30年前哦，会晓唱你的歌，男性的本领啊，哦，三岁时阵。哦，感谢咱，感谢棒球王大哥啊，吼，爱听你的歌啦，感恩你啦，啊，感恩你捧场一斤啦，感恩啦，感恩啦，感谢领导嘅。处置等下，阮叫工作人员吼，阮接过一下，吼，来紧甲登记一下，好，较接联络嘅，较接联络嘅。感谢你。你等下卡阮的电工嘅专线吼，阮等下叫工作人员来，工作人员接过一下，好，来啊，第二通来，来，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，哦。你好，哦，大，你即卖上电视啊？你大，你几岁？你几岁？我讲了啊，委员即卖这辛苦啊呢。不倒光啦，用这个委员呢，真正。我就讲要来个问，问看安尼啊，做了安怎？做了好啊歹啊？哦，生意真正真歹做啦。做了袂歹，我真啦。无啊，生意歹做啦。啊，这慢慢讲你听啦。慢慢讲你听啦。啊，我做这个普洱茶吼，啊是足好诶，吼，啊只要有要介绍，安尼我做代志拢足古毛诶，足完美主义诶，吼，啊主要是咧这个目的吼，啊当然要让大家啉普洱茶身体较好诶，第二个目的当然哦，有这个节目。吼，啊！即我都特工交咱吼，全省爱学我的听众朋友吼，同个见面吼，特工啊，无咱较早要讲，我爱哦，玩了一年两年等演唱会啦，啊，无就去迄落等遐久，吼，安尼是较好啦，我做啥吼，较快在联络啦，谢谢啦，哦，这感谢啦，感谢这位大兄啦。好，阮这精神，感谢啦，阮这精神用偌多咧。精神有啊！我唔敢说，反正你哋好啦，好，来，好，那后几通来，后几通来，哎，你好，哎，你后边的呀？哦，这啊，你好，我后边呢？啊，你后边的啊？哟，
哦，你真有人缘了。我真有人缘，真正有影。谢谢啦，谢谢。我客电影嘛，足有人缘的。嗯，客电影我唔敢甲伊比啦。你唔敢甲伊比啊？哈哈哈！要紧啦。这下你讲对啊。问白白问白比啦。哦。客电诶，阿妹咧。嘿。客电影一斤三千啦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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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啊，那要买买啊，要买。啊，我等下咱咧旁听的这甲接者。感谢哈，甲接者，买买一斤啦吼。一斤啊，佫有送你种，迄个，佫有送一个迄个杯啊吼，一个杯啊800块的呢。冲杯啊，冲杯啊，来，我等下杯啊摕一个来一个。来，咱后一桶，后一桶来。来，后一桶来。好来。来，你好。后边的。来，你好。好来，你电脑去咧，你丢手机吧。来，后一桶个卡入来，来，0800-8638888。好来。啊，你好。盲线中，哎，盲线中了，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慢慢卡，一定有你时间哦。咱一天啊，拢，哎，你好，喂，啊，来，有听到吼，这么贵啊，这么贵啊，来，你好，哎，这样你好，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家有个连先生，嘿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在讲话，嘿，我咧甲国宏讲话啦，国宏听讲。你好，哎，我拢有在看，拢有在看。你有去看？啊，你那，你那怎样看？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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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啊，你那，你那怎样看这个？你那怎样看这个节目？啊，我大家嘛在看，啊，大家在讲的呀。哦，你好，大家跟你讲。哦，有啦，有在听咱的节目咧，对。好好好。嘿嘿嘿，我知。哦。哎。哦，你的歌有够好听。好。哦。啊，我的茶嘛真好啉啦。哎，谢谢啦。哎，这个歌，上这买啊，要一箱。不要，哇，谢谢谢谢。下面一通好。来，感谢哈，好，来，等你。好，一通来，来，谢谢，一通。哎，我因为时间的关系啦，吼，啊，咱让大家较有机会，咱大家讲讲就是好。喂，你好，你好。我要点歌。哦，你要点歌呢？好，什么歌？哎，那个，哎，爱表姐呀，爱表姐呀，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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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给你安排了，好，我来给你安排，好，来，下一通，来，下一通，来，下一通，你好，来，来，喂，哎，喂，嘿，嘿，好，您两个好，好，你好，我两个就好，好，安导哎，安导，你点了安导啦，你性格，你点歌啦，你点歌呢，好好，什么歌？男主角的爱，男主角的爱，好好，一个安排哈，好，谢谢，好，来，奥吉通，来，来，奥吉通，搁个卡起来，0800-8638888。0800-8638888，啊，你好。你好。喂。喂。哎，啊，你把电视机关较细声嘞吼，电视机关较细声嘞吼，哎，敢袂回音？哦，这样。哎，你好。你关较细声嘞吼，电视机关较细声嘞吼。哦。哎，听你讲来啊。有听到？有听到啊？嘿嘿嘿，有啦有啦。哎，我咧加八大歌王。好。你好，我开电，我开电。嘿，开电啦。你好，你好。哎呀啊，真欢喜。安尼哦。真欢喜哦。我嘛欢喜啊。真的。哦，我这电话。要我准着。115台准着你。啊。我咧准着。对啊，你是我偶像嘞。好安尼哦。谢谢啊，谢谢啊。对。嗯。哎。哎，你做你讲。你做你讲，紧张啦，好欢喜啊，欢喜啊，你啊，阿丁哦，阿丁，我来个人接到恁的电话，我嘛真欢喜啦，嗯，好，我要给你点歌啦，好啦，啊，阿什么歌啊？嘿呀，这欢喜，啊，欢喜啊，都讲未出来咧，阿什么歌啊？哦，嘿啦，哎，一个，接未通好啦，接未通啦，听一条，一个，心爱科比天天听，心爱科比天天好，给你安排哈，好来，下一通来，来谢谢谢谢，好，后摆再个卡，哈，连接再个卡，来下一通，喂，接你去啊，喂你好，你好，
你也客店的啊？哎、哦欸、嘿，我也客店，我客店本人对啦。啊，我是那个观众啊。哦，那样谢谢。哎、欸哦，啊，我给你一个地址啦。好、啊，你电话留我来哦，谢谢。电话，这下电话留我。谢谢。电话几号啊？住址啊？电话，电话。电话我。我的电话几号？我不知道。这样哦，你不知道，啊，不你再打电话来这订。哦，有差有差，好好。台中哦，你台中的呢？哎，我北屯啦。啊，北屯呢，好，感谢，给你捧场啦。哦，北屯的啦，好好。有差，拄啊，这是现场的啦，不是这？我有手机，无电话啦。好好好好，有给你差啊，好好。谢谢哈。我唔知啊，手机。谢谢啊。谢谢啦，好、哦，感谢。阿舅妈，阿舅妈，安尼讲讲，哎，你讲，等你靠好伊，等你靠你哈，哦，等你靠你哈，阿姐啊，你爱我，你爱我电话呀？嘿，等你靠你，哦，电话你有甲烧起，电话甲吵起无？无啦，伊无电话，伊唔知影电话啦。显示有啊，叫电话你。嘿，要显示出来就好啊啦。我来接通。喂。哎，你好。喂，阿斌呢？哎。确定。哎。你两个是？好，足好。好、哦，我规工哦，拢咧等看这电视节目。安尼哦，规工拢咧等看你呀，拢无咧出去食头路啦。干闷啦，啊！你咧煮饭甲洗衫咧，你莫甲咧看电视啊。我得食到退休啊。退休啊呢？哦。是啊。啊，退休啊，加加我啉茶哈。诶，等看到我，佫看到乌面呢。我嘛是咧食普洱茶呢。哦，感谢感谢哦，这我也一斤啊，食了我要甲客店啊，即摆拢要再捧场。谢谢谢谢谢谢哦，这张。哎，我客店啊，拢未老呢。未老未老未老，我啉五六年啦。客店拢保持到安尼。哦，客店快引导嘞，我啉五六年啦。啊，所以大家真正要赶紧啉啦，大家赶紧啉。这节目时代够好诶哦！谢谢谢谢，好，感谢哈。好，来，咱接后一通哦。谢谢，来，你好，喂，哎，来，谢谢哈，电话叫邓宇来，0800-863-888哈，0800-863-888。这真侪人甲你捧场嘞，真侪人嘞，只安尼吼，安尼吼二三十斤呐，这是引导来下一通甲接下来，谢谢。来，喂你好，电话0800-863-888哦。妈妈拉卡，妈妈拉卡吼。来，哦，我这后尾甲你讨相片的啦。哦，啊，罗大姐，彰化市花山路，这也给你买一斤啦，淡淡的红山淡淡也买一斤啦。嗯，周小姐啦，台中市西屯也买一斤啦。喂，喂，哦，啊叶太太，新北市新庄的也给你买一斤啦。嗯，啊，这个余丹强哦，不是市长丹强啦，吼，像那大姐，我来给你买一斤啦。对啦，富美姐啊，吼，新北市邦桥富美姐也给你买一斤啦。嘿啊，黄宗生哦，台南市啊，哎，咱的南区也给你买一斤啦。庄秋水吼，啊，南阿溪伫咧南阿溪关岛内，给你买一斤。吴志祥，基隆市东信路也给你买一斤啦。张俊奇，新北市沙田区也买一斤啦。对吧？欧桂兰姐也买一斤啦。买一斤哈，感谢啦。啊，这资料拢会记起来。哦，啊我吼，迄个以后吼，啊无定我会准备讲哦，啊寄相片送你，啊是。好，寄相片送你。以后来，啊个研究啦吼。好来，电话你来，来来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啊你好。我边的啊，客厅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我朋友嘛送我一斤嘞，哦，朋友也送你一斤咯，啊，这普洱茶，袂歹啉无？好啉，好啉，好啉，这草埔茶绝对无草埔味，而且佫送你现，有够好啉咩？现会使泡的茶，有够好啉咩啦？哦，我嘛自细汉听一件的歌咧，听点的歌吼，谢谢谢谢，感谢感谢，哦，我含我大兄拢买偌济个唱片的咧，不要紧，好咩哦？哦，我的歌吼啊。啊，陪你吼，啊，都成长安尼啦。哎呀，我嘛六十多安尼。六十多呢啊，六十多，啊，身体爱认真过好，较早少年认真哦，拍命赚钱。拢买个，诶，相片安尼买有够多啊，蛮大呀。安尼哦，好，谢谢啦，谢谢啦，好，来，替我甲恁哥哥啊，感谢者，好好，谢谢，哈，谢谢哈，好，来，后一通。因为咱时间的关系，所以讲阮每一项的时间吼，会缩短小寡。好来，谢谢，好来，啊个电话搁你来未？在你哦。哎，
喂，你好，喂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这样你好。我准备厦门有新的嘞。哦好。嗯，安怎？啊，什么？你讲，你这你讲，你讲，你讲。诶，迄个。诶。我准备问我讲，你当时在开演唱会。哦，演唱会明年啦。哦，今麦都过。明年差不多三十。明年就迄个迄个母亲节的时阵啦。明年就来开啦。母亲节。我等得过呢。啊啊！无得等足久啊！谢谢啦，谢谢啦！啊，都今年哦，都爱。中心大学。哦。啊，伊有咧啊。迄场地有当时啊吼，拢爱足提早租诶。哦，啊，都今年去无用哦，啊，即个吼，想要安尼吼，啊，即有即个节目安尼啊，逐工交咱逐个见面啦，啊，即今年诶工课重点啦。对啦。啊，即马演唱会筹备拢都爱吃半年诶啦。吼，演唱会唔是半个月一个月都有法度发落起来。哦啊，感谢你啊，对我的支持安尼吼，啊，身体啊，身体过好，身体过好。谢谢哈，来，咱到后边，搁最后搁接一通来，旁边来听歌哦。来，来，咱接最后一通哈，咱等下搁有十五分钟，等我搁家己可以呢后半段。好，来，你好。嘿，你好。好，姐，你好。你好。你好。哎，家电你好，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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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等下，阮阿公要跟你讲，伊讲较早跟你做位，伊个电台有做位过。好嘞，好，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伊伫个民本电台有无？嘿，系啊，系啊。民本。民本电台，因翁啦，讲有跟你做位过啦。哦，民本电台，我知。哎，你知无？哎，民本啊。哈哈哈！哈，这久诶。哎，我嘛就听你的歌，拢在听你的歌。好，安尼哦。哦，心跳，心跳，叫人个听咧，爱心欢喜呢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好，好，安尼一定给你安排，安尼好唔好？好，感谢啊，祝您健康快乐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来，咱即马吼，来听一下阮客电影，即个好听的歌。哎，好，我是知影吼，啊，即马伫遮吼，啊，着接受大家考验。其实我嘛有看到别个节目去用考验，啊，即个考验即吼。就是讲吼，在我啦，在我想啦，吼，咱两个算主持人嘛，吼，啊，接受那个听众朋友啊，观众朋友卡上来入来，吼，但是这吼，我就感觉吼，一个无法度代志处理的，就是讲，你交大家讲话讲较久的，就无法度啦，时间。时间短短啊，有这敢那，在我想讲有这个缺点啦。好，安尼啊，都足歹势。林刚吼，林刚，阮会找一个时间专线啊巡回一下。对对。就客店遐来，甲恁面对面。对对对。甲恁翕相，甲恁唱歌，甲恁食饭，安尼好无？嘿啦。但是阮会做一个广告啦，安尼好无？好。感谢吼，来。对啦。啊，恁即摆来听歌，散步行街路，来客店遐现场唱你听，谢谢。看到你来看景致，山顶的鸟只是为咱吟歌词，祝福你我情绵绵啊，实在真趣味，快乐。看到你来游过市，花路的灯花是闪
闪光兮兮，心爱恁娘叫弟弟啊，看着真介意，我是真爱你。咱不通搁等，你是我唯一的心所爱的人，哪通搁再心茫茫啊？快乐的美梦。咱现在现场吼，开始咱的这個、啊，要甲您介绍这個普洱茶吼、哦。这個、时间是咱广告的时间吼、哦。啊，咱0800-763-888吼。你若要定岗，还是讲吼要现场，要甲客店啊、旁店啊，你电话就甲录起来。我跟你讲，这普洱茶啊，这已经介绍有够久啊。而且吼、哦，阮客店遐也啉五六年啊，一定找上好的物件来送给咱这的啊听众朋友、观众朋友吼、哦嗯。这物件啊，绝对是。老茶、搁春啊茶、搁大叶的乔木，吼老长的，真正赞的。而且唔是讲一般讲草埔茶、草埔茶，啥物啉的草埔草埔，咱这绝对袂。那是以前的茶啦。以前的茶，即卖现主席茶王，就是阮叶启田家己代言的这个茶王，伊都无咧甲代言别种的，伊人都家己讲古毛啦，你搁开偌济钱，伊都袂用代言啦。伊这已经亲身啉过，啉五六年，才要来。和咱的观众朋友，和咱这听众朋友要报答您的。哦，这批茶我是找三四个哦专家去云南哦，啊，直直找哦，我伫遐找十外天都找到。哦，啊，啉差不多吼，要一百种啦。好、哦，所以讲哦，观众朋友，咱这啉落了，你也免讲会惊去碍到你的困眠，绝对无可能。好、哦，你啉落就咧顺顺顺，而且呢，对你的这吼、個、身体一定足有帮助的。啊，哥吼、哦，未算微。哦、我是建议讲，有去啉茶的人吼、哦，真正你甲改换啉普洱茶，真正正，若要病要啉茶，啉普洱茶真正计真好诶。对，哦、你若现主持吼，咱讲正经啊，本地啦，一斤啦、啊、是要五千啦，半斤就两千五，一斤就五千啊啦、嗯。但是今日因为客店来伫遮，阮两个伫遮现主持，拢总要属于咱的听众朋友、和观众朋友，你看会到的人。三千多，好，三千多，三千多。而且大家吼，看到客店的面子，客店啊，这报道网红来者推荐了，大家绝对赞的。而且佫送你一支吼，泡茶专用的普洱茶。嗯，有的人讲啊，普洱茶这安怎泡，一支就解决啦。这外口吼，这买一支，一支800块，800。所以讲买一斤送一支800，你剩2000支。而且阮这个奶泡呢，普通拢泡芋头五六泡就无啊，阮泡12泡至15泡。哦。这吼、哦、真正绝对存无千外块啦。嗯，这吼、哦、提起哦专家吼、哦，哦，啊来，伊讲这吼、哦，这水的普洱茶吼，这一斤吼、哦，真正哦，10万块价值的，价值，真的，这专家讲的哦，专家鉴定的。好，有人敲进来，敲进来，喂，哎呀，要订几斤？要判定者。阿 K 订你好，你好，阿明你好哈，你好。啊，我吼，进前我有订四五斤啦，好咧，啊，我今嘛等你啉吼，好，啊，我搁订一斤啦，搁订一斤，哇，大姐一般咧订四五斤啊，是是，今日都看到你面子上，搁来订一斤，感谢啊，感谢，好，啊，这你多少？哇，好，我多三支啦，我三支你啊，好，谢谢，看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感谢啊，感谢，你看人家甲你订四五斤，搁来订一斤，好。买，感谢买，金手落掉。最主要公司非常的大心，一个送你一包试用包，这试用包哦，这会使泡两届，
你泡泡来啉啉的，那感觉讲啊，就无下你的味，不要紧，你会使还金退银吼。阮这人吼足老实的啦，阮这足实在吼。今日啦，这三支吼，阮弟我小弟都系三支。有影伊？我吼拢一个月拢去一届啊，两届。感谢感谢，三支啊，这大姐甲俺捧场有六斤。感谢感谢。妹妹，金手落肚，空八空空七六三八八八，电档的专线，空八空空七六三八八八，吼。啊，当然现场可以，你若要卡，你咪加。捧场咧，要甲咱客人来捧场，空八空空八六三八八八，你嘛会使卡入来吼，感谢啦吼。现主持的人，赶紧来敬酒落肚哦。这大叶，而且佫耐泡，佫老长的，佫春啊茶，吼，迄只有真正赞的吼。所以，咱的听众朋友，咱这观众朋友看会到的，高档话一招，赶紧的拍电话，你来甲客人捧场咧。这歌王，歌王都冇咧卖物件，佮咱唱歌尔，啊，毋是乌面的这青饼啦吼。空八空空。七六三八八八哦，正少正即吼啉普洱茶的人吼，我嘛知影讲吼，哎，足济人啉的啦。对啦，哦，啊即吼有拢啉吼，啊绿茶啦，到咱台湾的高山茶哦，当然是袂歹。哦，啊那啉即个哦高山茶，有些啉伤济吼，啊即吼嘛胃动袂。当然啦，当然啦。哦，啊即个吼啊，所有的茶米，吼所有的茶米干啊吼。有世界有十外个国家吼，有博士、有医院吼，啊，佮有教授吼，有证明的吼。食所有的茶米干啦吼，啊，就即个普洱茶吼，啊，即个吼教授即加吼，写讲对普洱茶对身体有好处。真正对身体有好处。其他的一地吼，迄都无人安尼写，吼，无人敢安尼写。吼啊，所以吼，各位赶紧吼，你爱改换啉普洱茶。妹妹要捧场的，要作文的现主持，你甲拍过来吼。本地一斤是五千，阮即嘛现主持你拍咧，俗五千，哦俗三千给你，吼，就是算你三千尔，吼，啊，佮送你一支泡茶，即个啊，即个冲茶罐两八百块，安尼就诶剩两千二尔。讲一个实在吼，我甲后面一只吼，啊，我嘛要邀请伊来吼，叫我。主持节目吼，来电话你来啊！阮两个毛讲真济，吼讲真济，讲什么呢？因为咱这吼交一般吼，人去卖物件，讲要赚偌济，啥无同款啦。好，这是为着要讲，我都大家听了会欢喜。这是要赚钱，来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来，来，大姐，你好，喂，呀，哎，阿妹了，哎，这样，哎，你好。我今日买一斤鸡米啊！啊，买一斤呢哦，感谢感谢，家己买一斤啦吼，感谢哈，谢谢。好啊，好，感谢哦。住对，住对，你住对。我住台中啦。台中呀，台中啦，感谢感谢吼。啊，我是讲唔知我要哪泡哦。哦，这我来讲吼，这有送你一支这，啊，送你一支这吼，等下我来家己教，我工作人员教安怎哪来泡，好唔好？没错。好，嘿，安怎泡来家己讲吼。谢谢啊，感谢感谢，很主持哈。啊，第一次成功，你唱歌最好听啦。谢谢谢谢，感谢感谢，好，很主持。我是个观众啦。好，你咧好好，感谢感谢，好，谢谢啊。对啦，对啊，谢谢我负责唱歌，你负责卖啦。嘿啦，啊哥，你若要甲客人来逛捧场的，赶紧的，紧手落肚，空八空空七六三八八八，好，即卖很主持哈，安尼一斤。本地五千，再送你三千尔，佮送你一支泡茶冲茶罐，吼，这普洱茶专用的哦，佮送你一个气泡包。最主要呢，咱这老长大叶的春啊茶，吼，保证予你饮了真正赞的吼。咱的观众朋友，现准时赶紧电话甲录入来，空八空空七六三八八八，甲歌王捧场者，吼，甲歌王捧场者。感谢咱今日吼，咱遮侪好朋友，这普洱茶对身体遮尼好。啊，袂让你挨着，讲你困眠，讲饮袂困袂起，啥，恁无可能的，吼、嗯哦，绝对会帮助你，吼、哦，你好困，吼、哦，袂去挨着咱的睡眠，吼、哦。所以现场好朋友，妹妹，赶紧的，空八空五七六三八八八，甲客人捧场者，甲歌王捧场者，听歌听歌王，饮茶就爱饮茶王，大号的普洱茶，吼、哦，现准时，一斤只，让你开三千尔，吼、哦，三千尔，三千才泡足久的，吼、哦。来，感谢吼、哦，咱今日所有好朋友，吼、哦。哎，谢谢啊！买买的人，赶紧来电话，搁甲录入来吼，录入来，空八空空七六三八八八，七六三八八八。七六三八八八是无算，你可以的话当你个。好，可以买当作文，可以买使作文哦，可以买使作文吼。你若空八空空八六三八八八，你买使考你来现场甲
客电来买。哦，主文的电话，主文的专是满线。主文的专线即马是满线，空白空空七六三八八八，即马拢满线。所以讲，你若现主是要买，你咪使卡入现场，甲客电来捧场了，互客电来欢喜者。好，空白空空八六三八八八，一斤三千，佮送你一支，价值800块的充电管，安尼拢总。俗家，互恁真正互俗家，俗家俗家啦，哦，剩2000尔啦。这不是讲哦，一斤哦，即马讲3000块尔尔。这真正你哦买摕去哦，人有诶内行，价值吼几万块以上诶啦，几万块，真正几万块。哎，哦，啊，阮就是安讲，啊，那你这几万块哪卖3000？这就是阮看去吹。去去啊，云南啊，咧看吹看吹，哦，恁这吹吹上赞的啦，吹上赞的啦，吹到这价值安尼，哦，这在这绝对是老地个大长个大叶的乔木村啊地，哦，古董的乌金地，互恁食咧对身体有帮助的，哦，空白空空七六三八八八，哦，接一个电话来，接一个电话来，现主持接一个电话来，空白空空八六三八八八，来你好。哎、欸，你好！哦，这样你好。哎、欸，我想要甲你发什么讲一条歌，就是人生看头前。哦，人生看头前。哦，人生看头前，好，好。啊，你有甲捧场者无？我有咩？有咩啊？你，好。嗯，啊，你咩啊？好，啊，咱这人吼，就是医生哦，你来去讲，大家拢知影啦。咱的水分哦，啊，一个人爱2000cc 啦。对啦，对啦。啊，你敢那啉茶，免啊啉2000cc。啊，你哦，要去买遐个啊，做这啊做什么哦？买饮料来啉，你免那啉2000cc。所以啉这则是哦，啊，未影响身体。对，哦、啊，来未影响身体。好，谢谢，咱即摆来，好，咱广告时间到，咱来。安排客人听这首《延长情底》啦，吼，哎，个《延长情底》，来。才知影我是
到一个谢谢、啊，我等来咱现场啊，吼，感谢啦，吼、哇，这个音响真底真正好听啦，哦，这吼拢真正啊，唱现场的，唱现场的，唱现今麦现直接唱的，现场直接唱，大家听，吼，来，今麦咱过来进行咱口音的时间，要含咱客店遐开讲的、啊，要甲开讲的，要含伊点歌啊，要服务的，要互动的，你拢甲卡入来，空白空空八六三八八八互动专线，吼，口音专线甲卡入来，吼。来，咱这吼有诶吼，还阁无清楚。哎、欸，入去电麦人家下面一个主持节目安尼，吼，讲实在，这意义吼真大，吼、哦，所以这基本上吼，啊，咱那广告产品这代志慢请讲，吼、哦，咱就会安尼吼，真侪听众朋友拢哦想买吼，啊，会当甲我卡啊卡电话甲我讲话无，还是讲请伫电视看到无？对对对。啊，所以咧，这个节目安尼就是吼。大家这个目的，来，所以我就足欢喜的。哦，是，来电话你来，来，甲接起来。大你好，喂，喂，啊，大你好，啊，大哥你好，天田老师你好，你好，嗯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我今仔看到，好，今仔再看到，哈哈哈哈哈，好简单的。啊，真有，我听你唱那个《恩情情债》，嗯，好听无？哦，赞。赞啦、啊！哦，要我加赞嘞！演唱真对，讲好听啦！演唱，比赛最强的啦！嗯，演唱，你再唱歌无？啊，跟住首，嗯，开电瞬间曲。哦，入开电瞬间曲，入开电瞬间曲，好，好，好，开电瞬间曲。啊，你多对啊，多对啊，多哎！我转啊，转啊，转哪里？嘉义转啊！哦，嘉义转，赞，好，谢谢，来，咱来接后一通来，感谢。点那个卡里面哈，空八空空八六三八八八，嗯，互动的专线，口音的专线。你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打好久了，他叫我等一下，结果都不通。拍谁？因为刚才说下一次是轮到我，结果没有。安尼哦，拍谁啦？哎，你打三通了呢？打三通了哦，有人打三十几通了。因为这口音都关锁啦。一个就对我啊！哦，安尼吼，啊你可能都要等伊。我啊，做只电话都我当时是吧？这可以无？啊，这满爽好看啦！没有啦，这可以无？刚开始哈，对啦，比较客人多啦。对啦，对啦，谢谢哈，谢谢大姐，你带队啊！恭喜啦！好，谢谢啊，你带队。我带新店。我带新店你好。会记哩啊！恁电视的声音准了细声，啊用电话筒听哦，安尼才听我咧讲啥。嗯，啊你好无？你好无？啊，跟我通一下啦，我要跟叶启田讲话啦。好，我开电啦，我开电啦。哎，啊你到新店未歹嘛？哈。啊，到新店还好啦。嗯嗯。你住哪里？我哟，啊我到土城。嗯。哦，啊你最近？嗯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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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哦，姓陈哦，哦，这诶，哦，这陈，叶先生啦，哈，叶老板呢是叶先生，
叶先生，叶先生，哎、欸，无要紧啦，叫我的名就好啊，叫客电啊就好啊。哦，你是客电呐？哎呀，嘿啦。你本人吗？啊，本人啊，本人啊，啊，你有看见无？叶启田呐。哎、欸、啦，啊不，你无看电视哦、喔欸。我即马手边安尼两支。听不出你的声啦。啊，是啦。听不出你的声。是啦。啊，我要给你点一首歌会使的。好啦。啊，点。一见钟情、啊、哦，一见钟情好啊，谢谢你啊，好，谢谢来，啊、好，好啊、来，小志通，好，好，谢谢，好，来，那你好，喂，那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、欸，你好，我，喂，哎、欸，你讲讲，哎、欸，讲有听到？嘿，我来什么车也去田家唱一条《天天挂天涯》。哦，天天挂天涯哦，你住对啊。哦，我住孤山。哦，孤山呢？好好好，孤山哈。嗯。哦，孤山的这样哈，《天天挂天涯》。好，好哈、啊。感谢。我。嘿。我。也去认识我们的偶像嘞。好，谢谢。你的偶像啦。谢谢。你是他的偶像啦。谢谢。从小就喜欢听他的。好，谢谢谢谢，好，来，好一通，好，感谢哈，好一通来，电视机也关较细声嘞，哈。喂，你好，你好，喂，哎、欸，我边的你好，好你好你好你好，到到到，电影你好，你好，哦，啊，真难滴真难滴，哦，安尼卡一百，真正无简单呐，真正难，全国安尼像咧几千通的电话，大家都咧落安尼落袂入来，真正难，嗯，哦。啊，你住对啊？对啊，我住伫香港。哦，香港的哦，香港。有，咱屏东香港哦。对啊，台湾、哦、台湾买啦。迄天我才落去哦，做车城主持啦，嘿哦。哦哦，安尼哦。功德尊龙啦，嘿哦嘿哦。对对对，我知我知。功德尊龙，嘿哦嘿哦。对啊。感谢嘿哦，啊有啥物？有啥物要点歌无？还是要爱客店啊？甲你服务。我甲你讲，我甲迄个。歌王点一首啊歌，好，什么歌？叫做《白头小白》。好，白头小白，这个这个听到啦，这搞起来歌啦，白头白头就小白啦。听了听了，好，我听这电台歌，看听偌久啦，知影啊？哦，知影知影，红港的红港的红港的，好，要，好，红港的大哥，谢谢，感谢啊，谢谢啊，好，谢谢，我老天没过来没陪你啦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哦，啊，你有介绍人安尼哦，加减哦，买普洱茶无？有啦，有哦。来，来，你好。喂，喂，哦，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我边呢？你好，海姐啊，你好。哎，啊，叶老师你好。你好。哎，我想要听叶老师。点一条玉山姑娘，哦，玉山姑娘，玉山姑娘你也知影，哦，玉山姑娘，我细汉听讲大汉啦，细汉听讲大汉啦，哦，啊，这样你住对啊，嗯，我住三重，沙田埔啦吼，咱台北沙田、新北市沙田埔，哦，我细汉拢嘛听叶启田老师的歌，哦哦，谢谢，古早拢去金龙酒店。哦，金龙酒店听的，金龙酒店，吼，即咱安咱咱咯，算讲感情有迄有够久，有够高啊啦。嘿，安尼足久啊，安尼你就知影足久啊吼。金龙酒店是我吼做兵转来，吼，第三个月头毛较长吼，啊才会使去上台唱歌，较袂，无做兵拢剃光头啊。啊，拢派一个吉他。嘿嘿，拢派一个吉他去金龙，吼，啊，就算咱的个感情吼。一直接我听要免哪讲啊，这有够历史悠久，有够深的啊啦，吼，历史悠久啊，古古长长安尼啦，吼，对啊，看咱哦，会当讲哦，啊，过三十年、四十年，过见面讲话，会啦会啦，谢谢啦谢谢啦，一定的，我嘛最欣赏欧边的呢，啊，加欣赏叶老师呢，谢谢，恁恁两个拢是我上爱看的，安尼哦，感谢感谢。好，你唔能怪，你唔能怪我
外面有东西要拍拍啊嘞，这情况外好个嘞，啊个表面都性格。只要他上电视，只要他上电视，我都喜欢看。哎呀，谢谢谢谢。对，还有叶老师也是一样。哦，谢谢大姐。只要你们上电视，我都喜欢看。对了，谢谢。我外面嘞哦，足有人演嘞。啊，我哦，今日这个节目这些足无简单嘞，伊个时间、我个时间啊，拢我听我请啊嘞，我这是做阮足用心哦，足欢喜要交听众感谢见面啦。哦，啊，大家爱敢支持者，来，咱来接最后一通啦，哈。这样，谢谢哈，感谢。好，第三姑娘哈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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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你。来，咱来接最后一通啦，哈，时间有限啦，哈，来。来，你好。哎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这样你好。好，好，这样你好。哎，我阿三拢叫我潘阿姨啊。哦，哎呀，阿三阿姨。我是放假。好，放假。好，放假，放假。阿三阿姨。啊，你快拢打电话叫我听。你演唱会我哪有去？演唱会，哦，好。演唱会我哪有去？谢谢，国际会议中心啦，哈。啊，我今麦来家里，家里讲条歌。好，什么歌啊？讲一条人生旅途。人生的路途，人生路途，你歌，你歌意思拢足好，足好。意思中位哈。人生的路途啦。哦。阿东爱听友，忠实听友。阿东遐的忠实听友。阿东拢叫我潘阿姨。哦，潘阿姨哦，忙噶，哎啦，忙噶，谢谢啊。好啦，恁拢好啦。啊，就加减啊，干吼，干介绍汤饮者哈。我咧包是包你阿弟啊。加减啊，饮者哈，赞的赞的哈。我逐工拢咧饮啦。嗯，真正逐工饮吼，啊，最好啦。一天哦，啊，今日听你的歌还要紧，好，谢谢谢谢，听歌较要紧，啊，这啉哦，这啉这这，歌嘛真好听诶，好呢吼，歌意思拢好诶，好啦，对对，啊，你会当吼，啊，人生的路途，你嘛，好好，人生路途啦，谢谢你，有甲你安排，咱即马下呢啦，吼，时间的关系啦，吼，咱即马来听。听这个拄好有人点的一首吼，心疼啦。啊，对对对，啊，这吼，这吼，这普洱茶。谢谢大家嘛，拢真好听的啦。对，这普洱茶吼，这啊向大家报告吼，这吼咱哦水分哦一缸哦上少啊都2000cc。哦，你普洱茶你啊清啉1000cc、2000cc哦，对身体真正百善嘛重。对，来。好，谢谢啊，这啊来，咱今麦赶紧来欣赏《心疼》，来，谢谢。心不应该，你来骗我不应该，耽误着阮的将来。
来变心不应该，你来骗我不应该，耽误着阮的将来。就够紧诶，安尼一点钟安尼破，安速节就过啊，安尼啦吼。对，啊，相信啊，听众朋友看咱诶节目吼，啊，心情会足快乐，快乐，啊，快乐哦，咱哦啊，真重要，心情好真重要，啊，身体也够好。对对对，国王推荐诶，帝王，啊，你来记咧，来甲支持者。啊，这个请啉啉吼，一年两年，你就知影讲，哇，身体哪会变了？哦，勇气，真正，每骨都变。哦，真正，哈哈哈！放不落病啊，怎么啊？哦，今日时间的关系，感谢吼咱所有好朋友继续跟支持。当然啦，阮一礼拜一定有一天现场的口音哦。啊，逐天我会使看到客店兄哦，啊，教你唱歌，啊，唱客店上好的歌给大家。啊，后面的呢，会直接含客店兄作为主持。感谢大家对着阮报道版的支持跟听懂啦，吼。会记得讲这个时间眼收看哦。啊，好东西一定要跟好朋友分享。好，赞的物件，客店兄推荐的。一定赞的哦！听歌啦，听歌哦！啊，饮茶台饮茶王，啊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对，谢谢哈，感谢哦！啊，伫只后面的甲阮客店兄吼，别来隆重祝所有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平安顺遂，多赚钱，啊，身体也健康哦！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家庭美满幸福。啊，赶快这个时间哦，爱说点报道慢播，由后面的甲客店兄伫只吼，共同甲恁主持播好听的歌啊！辣椒的给大家听，让您健康快乐，赚大钱，钱大赚。感谢所有好朋友，谢谢。时间到这，搁一段落咯，小一点过，希望大家会继续给您支持，哈。感谢所有好朋友，祝您平安顺遂，大赚钱，再见。